上台时没人认识，开嗓后直接惊艳全场。邓紫棋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？今天一口气带你看完邓紫棋造就的神迹现场，你更喜欢哪一首呢？第一首，邓紫棋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首次演唱了《泡沫》，从默默无闻的初登舞台，到凭借一曲《泡沫》红遍天下。第二首，邓紫棋曾在美国硅谷 NASA 太空总署颁奖典礼上神级演唱《光年之外》，美轮美奂，空灵清新，独具风格。三首，一首喜欢你直接封神，实力展现铁肺唱功，邓紫棋凭借这首歌成了一流歌星。四首，励志 girl 邓紫棋惊艳亮相2017跨年演唱会，实力唱响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充满希望的改编，一开口就让人沦陷其中。我记得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你我再次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，首华语顶级现场表演，张靓颖邓紫棋合唱雨蝶是可以写进华语乐坛历史的一组舞台表演。我想你飞，温柔的吹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，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，我想你追，风温柔的吹。第六首，邓紫棋翻唱经典粤语歌曲《李香兰》，歌声如泣如诉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越听越悲伤。邓紫棋翻唱 Beyond 金曲《情人》，声音深情又细腻，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。九首，邓紫棋在唱久违的 Where Did You Go， 一开口就动感十足，令人沉醉其中，满满的回忆感。第十首，只有邓紫棋翻唱，阿妹的歌才不会翻车，唱张惠妹《听海》丝毫不输原唱，歌声婉转动听，让人赞不绝口。